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Find the Button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是在直播的状态，边直播边录音，是的。好，那直播应该会有直播记录档，就是直播的完整版。所以，如果想要看一到未剪的版本的话，那就可以到一样我的频道的直播记录档去看看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的地图叫做 KJO Button Finding Two。那这个是 Start Map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规则。Rule Being Game Mode 2 冒险者模式，找到全部的按钮，然后玩得愉快，然后不要作弊，然后有一些关卡需要找到控制杆才会找到，才能找到按钮。再来就是作弊书，对，又是作弊书啦。好，作弊书我们也先拿一本。再来呢，这是什么？感谢这些 YouTuber。看一下，有一些我都认识。有我耶，太棒了！有我在里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好啦，那如果看为什么会有我，那可以去看一刀未剪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好，那是什么关卡？那是的，这部影片的，好可爱！这部影片的 BGM 应该会怪怪的，因为我是边放 BGM 边录的，对，所以 BGM 会怪怪的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来找一下按钮。披萨哥哥是披萨哥哥嗨，披萨哥哥，披萨哥哥，你有看到按钮吗？会不会要跑酷？还是会在这底下？那不知道你们看会不会卡卡？因为我这里虽然有一点点卡卡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那按钮呢？按钮，按钮呢？披萨哥哥，按钮呢？我们在那先生，没有吗？该不会这一次我们第一关就要用到答案书吧？可能作弊书，我们是不是要作弊书？披萨哥哥，按钮呢？按钮嘞？好，不行，作弊书。在，他说在这块披萨上面，那你我要怎么上去？上不去啊，那问题啊，在那上面，在那上面又怎样？上不去，是不是要跑酷？是不是要跑酷？披萨哥哥，披萨哥哥是吗？披萨哥哥。Where are you, Andrew?
在这块披萨上面。好啊，在这上面，所以呢，哎，我看到优芙了，嗨 ，Hello， 好，哎，让我上去。如果这部影片让你们看得很好，那你们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看到按钮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按到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样，我这样，我这样，按不着。嗯，按不到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哎呀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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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不到，按不到。哈、啊，哦，按到了，红暗右键果然是有效的。再来是这个彩虹关卡，我猜又要跑酷了。看起来这个就是要跑酷，你们觉得呢？跑酷超烂，怎么办？这个其实应该不用作弊术，这一看就是要跑酷，可是我跑酷超烂呢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跑酷超烂。嗯，哦，上来了。好、啊、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再一次，要跑去哪呢？要不要跑上去吧？有点恐怖。好，那、不行。Q Q， 怎么办？不行。你会不会看得很卡？因为我目前玩是有微卡，对，有微卡，跑酷真的不行啊！怎么这样？对，我飞不了，为什么？飞！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飞！我脑子不能飞，想飞，我还想 fly， 我能 fly，I can fly， 哇！我要飞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能飞 ？Hello， 算了，不玩了。开关在哪？我真的飞不起来，好奇怪。你是下一关吗？不是，这是披萨哥哥。对啊，我真的飞不起来。我猜这应该是下一关。结果。作弊了一下，对不起。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人吧。没有，只有说安安，好可怜哦。现在才70几订阅。直播是个好方法。
张地图是什么？哦，咕噜哥 ，Tyra， 咕噜哥哥。会在哪呢？就在这。这要，这是要跑酷吗？不知道。在哪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在干嘛？啊，这已经是 stage 六了，那我是不是跳关了？不知道呢。去找找看 ，Stay Three。这种同时哎、欸，嗨，你是 Stay Three 吗？关卡吗？哎，看完你的呀。这你们是关卡吗？但我调到你的画面。Sorry。Listen. 到了，这是关卡，我到关卡了，好，有一个蜘蛛生怪砖，哎，是小猪猪哎，要找按钮了，嗯，我又来回来。酷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找按钮哦。一点了、欸，让荧幕没调。各位，现在已经一点了、欸，看一下栏杆，看一下栏杆，对。1.02 了啦好吧，算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直播精华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然后不想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可以收看更多的影片。然后别忘了追踪 FB IG 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